行过全世界，专业旅游上用心，一百年旅行社带你世界拍拍照，享受自然奇境，欣赏建筑艺术，看见精彩世界，探索历史年轮。一百年旅行社，中价位高品质，刚好你真亲切的服务。西伯利亚的歌妹，做烧的吼，就温暖的，来遮下知影温暖就好诶。阿英讲袂寒。天气不好，天气不好，说阿里荒岛明天会暴天。最低的温度零下12度，最高温度零下4度。哦，那很好。对，但是明天我们离开伊尔库茨克的时候，它最低温度零下8度，最高温度是-1度。对，所以伊尔库茨克比那个维加湖还是稍微暖和一点。我中岛要吃饭的午餐，这个午餐的形式是乌兹别克哈，乌兹别克的迄、那个。餐厅是乌兹别克式的餐厅，气氛非常棒，灯光美，气氛佳，这气氛就好哎，好漂亮的餐厅哦。还有我们好漂亮的亚娜，你好。哇，这个餐厅的气氛就好哎，来看这一个，气氛就好哎哦。来无菜哦，来看遮哦，看我遮哦，这气氛足好的餐厅吼，烧一个五仙哦，嗨，外资赶快吃，他跟你讲，酒杯举高高，互恁囝大家拢敬上完，好，谢谢啦，谢谢啦。这种天气讲零度啦，你敢相信？拜托的啦，衫脱起来啦，要热死！即马几度啊？零度啦！啊，大家拢穿啊少，你看，这里很漂亮呢。这个建筑物还有加上屋顶上的雪，很漂亮。啊，然后再上车去另外一个，也是一个广场，就是在市中心伊尔库茨克市中心。伊尔库茨克总共有10所大学，这是一颗大学。然后我们一会儿到那个亚历山大三世，他们有一个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。对，所以这里前面这是我们居民住的，但是后面这是一颗大学，所以很多年轻人。伊尔库茨克这个城市很有意思，从一方面是一个古老的城市，因为它历史有350多年。这个是俄罗斯的斑马线，你排我，我排你。这是末代上皇的爸爸。对，后面有一个他的儿子，后面是那个共产党。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。所以你们看一下这个建筑上面有些绿色，这就是当时。这是以前我们西伯利亚总督住的地方，居住的空间。西伯利亚总督住的。现在里面设了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图书馆。亚历山大三世广场，前面是安加拉河，唯一的从维加湖流出来的一条河。对岸就是西伊尔库茨克的火车站。好听的是。如果伊尔库茨克的火车站，要坐火车的话，需要游泳。现在你是冬泳吗？哇，那 OK， 那游泳衣有吗？游泳衣有吗？这样不行，要裸泳，对不对？这个可以潜水啊。这个好冷，好冷，哪里会冷？一点都不冷，好漂亮哦。冬天的安加拉河最漂亮哈。漂亮，对对对。好，我先叫你陪我了，对不对？安加拉河，你都游泳，我颁奖给你。今天那个无恁的相机会感冒着我。你啦。安加拉河这条的河，它会一直流到贝加尔湖。哇，这边就是亚历山大广场，面对安加拉河，就视野。
一种景色，哪有事啊？大家拢去北海道，北海道去到拢无爱去啊！即马大家拢要来贝加尔湖了，要来西伯利亚，因为西伯利亚比贝加尔湖搁较袂寒，即拢一度零度尔。小姐，来，我帮恁四个人翕。好，谢谢。啊，其实我已经甲你翕好啊啦。谢谢啦，谢谢。我已经甲你翕落啊啦。即个人吼，拢穿貂皮大衣，足水。但是吼，貂皮大衣台湾拢穿袂着，较可惜。好漂亮的鞋子。女士学校，那我们前面左手是很大的建筑，这是州政府大楼。昨天已经说了，伊尔库茨克市是伊尔库茨克州州会。今天上午我们在博物馆里面看了一个城堡的模型，你记得吗？木质的。以前这个城堡就是在这个位置。1661年，哥萨克人也沿着安加拉河坐船到这个地方，看这个地方比较平的，周围还有森林，所以决定在这个建一个叫伊尔库特的城堡。1661年，哥萨克人沿着安加拉河到这个地方下船以后，在这边建了一个木质的城堡，所以从那年伊尔库茨克的历史就开始了。在它的原初建的这个历史有300年，而且这是在西伯利亚第一座教堂，是用石头做的教堂。1700年前的这些教堂都是木质的，这是第一座石头的教堂。这个教堂叫救世主教堂。救世主教堂，我们从镜子里面看一下，它那里面的圣像画、壁画都是新画的。不过，我们你看这个墙。走过去，安内的美丽光啊！嗨，世界末，这些小孩是叫的东正教教堂，救世堂，救世主教堂。但是天主教还是因为当时俄罗斯苏联政府做的不是很好，所以有没有伊尔库茨克的历史就从这里开始，这是救世主教堂。就政府外口拢徛过户，你有看无 ？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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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酱，嗨，你好，你好 ，How are you？ 你好，你好。这个是战争纪念碑，这高中生吼，拢爱做优秀的开来，啊，15分钟换一班，即马吼零度以下伫遮咧翘一边，这是战争纪念碑。但是不是每个人会来这边？是看学校看那个。那你是什么代表？不简单。哦。卫兵要换班啊，伊15分钟一班。哇、哦，这优秀的学生呢，这学校派出来做代表。好可爱哦！换班了。无简单吼，这高中生爱做优秀的菜才来吃。哦，他们要回去了。教导教导查某的弟妹啊，查甫的袂使。这个。安尼哦。救世主教。滚啊！在升起。
方的总统从一月到八号交换另外一个学校了。我们一起努力。Знания поставлены родителям, личному составу караула, полностью 22, принять!一两个五角星，这是苏联时代最高的一种勋章，叫苏联银星勋章。得到一个，因为这个人在伊尔库茨克出生的，对中国也有关系。不过这段历史台湾人一般不知道，直到那个1945年5月初德国投降以后，对这个人可以说他就是，然后他也在几个月内把这些事情。咱来行一个爱情桥。